关注。3、2、1，请投票，请登上黄金舞台。只要你有梦想，我们就在这个舞台等着您。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就要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亮。是金子总会发光，有梦想就灿烂绽放。金光闪闪，金光闪闪，舞台闪闪亮。这就是你的主场，请你闪亮登场，绽放耀眼光芒。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抛出金彩，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欢迎各位。说两句，我已经太久没有录这个节目，因为上一次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所以我在这里想死大家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维妮娜重返我们的黄金舞台。确实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这有好几个月。对，很多观众没有看到你。对呀，很多人给我写信给我留言，一直在问杨帆，你的搭档妮娜是退休了吗？这几个月都在干嘛了？哎呀，我在做准备啊，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挑战者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我的才艺也得跟上他们的脚步呀。不知道今天的挑战者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我是钱佩晨，现在是一名影视演员，平常在片场啊专门负责搞气氛，今天也想把活力带到黄金舞台，黄金100秒我来啦。 Hello 大家好，健身操运动好吗？现场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好吗？来，左右跟我一起。让我们掌声欢迎钱佩晨。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充满活力啊，一下就燃起来了。那刚才有没有跟我一起运动啊？并没有。动了动了，心动。哇，不知道大家心动了没有，来请投票。84分，有点小遗憾，不过没关系，不会影响总成绩。所以佩晨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是一名舞蹈演员，对吧？我不是，我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然后现在是一名影视演员。啊哈，但是刚才看你表演舞蹈，好像还有点功底哦。因为从小学习舞蹈，然后呢，这也是给我做影视演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会一些舞种，比如说拉丁，拉丁。杨帆老师，我听导演说你是拉丁王子。啊，不是不是不是，拉丁教父，拉丁教父。不是，是这样，就是当我没有吃辣椒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当我吃了一个大辣椒，是。马上就来状态说，太可爱了。再给人一个机会行不行？5、6、7的。看看我，看看我老师，是我穿。
会儿了。草原舞蹈你会吗？来，略懂一点点。哟，大姐，让我们有请来自大草原的女儿李左霞。我喜欢军歌草原歌曲大系列，黄金一百秒再来一遍啊！好，来吧，蒙古族的音乐，来三二一。你看人啥都会呢。哎呀，还联动上了，还真是哈。啊，你是想跳之前的拉丁是吗？哇！哦，还真是会！哇，杨凡老师要来合作了。大姐现在不得了，就没有你不会的。厉害了，厉害了！今夜激起了，所以激起了您的那个爵士的细胞。好，谢谢。什么都会，好棒！谢谢左霞大姐，谢谢，谢谢姐姐，谢谢，非常棒。所以演员需要一个好的形体，这属于他小时候的童子功哈、啊，舞蹈的功底帮了。是、一个基础，对。但是我看了一下资料，好像佩晨，目前在演员的这个表演工作上，现在是一个暂停的一个阶段，对吗？啊、对，这一年我的父亲生了病，然后他现在是肢体有一边是不能动的。所以我想就是以这个健身的方式亮相，也是想呼吁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体魄，就是不要忽视了我们的身体。对，因为当下我们这个健康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哪个年龄段，不管是什么时候。老爸多大年纪？60岁。那很年轻啊。对，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纠结，是要全身心的投入照顾父亲当中，还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亲。然后也是有段时间没有接戏了，然后我知道他在这个影视的屏幕上看不见我，但是我来到，他是我们100的粉丝，黄金一百秒的粉丝，黄金一百秒的粉丝，所以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他至少在床上躺的时候能看见我在。既然老爸是咱们黄金一百秒的忠实观众啊，那要不就透过我们的镜头跟老爸说几句话吧。老爸加油，希望等你好了以后，我带你一起跳健身操，跳拉拉操，跳各种舞蹈，老年迪斯科也行。老爸加油，爱你哟。我觉得叔叔最重要的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心情，而且看到了今天的女儿，登上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要向老爸证明，他是最爱您的，他也是最骄傲的，他也是您最值得骄傲的。是的，把所有对爸爸的爱，用接下来的这段表演表达出来，好吗？好。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挑战开始。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天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弹幕。小小的身体很有爆发力，很美很孝顺的女孩，音色很好听，情感充沛，加油，从你的歌声中知道你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唱得非常有情感，发自内心，加油，祝老爸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结果。黄金大幕请升起。3、2、1，宝箱开启。挑战成功！谢谢。总票数96分，而且没有额外的加分的情况下，挑战成功！祝贺钱佩晨！爸爸，你看到了吗？电视机前的叔叔，我相信看到这一幕的话，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谢谢，继续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走进宫里看看，多少人为生命而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我还记得烈火升山在一起建造，随着兄弟姐妹一起祷告，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要哭，让萤火虫在这里逃跑，家乡的港湾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掌声欢迎张基元。欢迎。有一点点紧张啊。有一点紧张。你好。是第一次站上舞台唱歌吗？对，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刚才你在唱的时候，我们现场正好也播放了一个介绍你的一个小短片。对还看出来在工地上面，这就是您的工作对吧？对，我是来自湖北武汉中建三局一名技术工作者。喜不喜欢这样的改编？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来，请投票。82分，没有获得额外的5分，不过没事，不会影响最后的总成绩。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短片里面有好多大的那些项目，你都有参与吗？我都有参与，比如说雷火神山，然后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大清真寺，还有巴基斯坦的一个 PKM 项目，它是一条公路，大概全长390多公里，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一起施工的。哇，那你这么年轻就能够参与到这个大型的项目，还是蛮骄傲的，对不对？对，那确实是。你负责的是哪个板块？我负责是技术板块。看你状态的变化了吗？刚才一唱歌很紧张，我负责的是技术板块。聊到专业的时候就自信了哈，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好，跟我们讲讲技术板块。比如说我们从施工图纸，就是从设计院设计出来的图纸，然后如何去建造这个地基，然后地基完了如何去施工这个主体，然后后面的包括一些精装修，还有可能更多的涉及到医院的一些通风，或者是更多专业的知识。也包括在雷火神山上面，就是有很多通风包括暖通方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因为它是不能从里面到外面，就是需要一个隔断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密封性会非常的好。听懂没有？没有。我也没听懂。哇，好厉害哦。就更自信了。因为我看了这个张基元同学，他虽然今年才30岁啊，但是他其实接触这个土木工程包括建筑这个行业已经蛮久了，上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对，怎么想到就要学建筑这个专业？因为家里也是从事这个专业的，所以说就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最开始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不太了解哈，会不会有枯燥呢？
其实还好，因为我也喜欢音乐嘛。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弹电吉他，吉他也是音乐嘛，音乐跟素贞还有点缘嘛、所以这就隔行如隔山，就是外人一想，哎呀，你天天设计图那个画表多枯燥，其实你是可以享受到其中的乐趣的。对，特别是后来参与到公司的一些，包括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上面的一些大型的这样的涉外的代表我们中国实力的基建的工程，会更加激发你的这份荣誉感。而且当这个大楼建起来之后，你再去参观的话，你会自豪说那是我建的，因为我参与过的、那栋楼所有楼层我都爬过、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就这样子。他很有港台那个艺人的味道，什么东西我都知道。所以为什么当初学了两个专业没有去做歌手？可能基础没那么好吧。就张纪元有点谦虚了哈，因为资料显示你在上大学期间就参加过你们武汉当地的光谷音乐节，并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喂，当时是其实乐队参加，我其实是一名电吉他手。哦，你是现场伴奏是吧？啊，对，算没问题。但是我在公司我也得过那个歌王大赛的一个第一名。歌王大赛的第一名。哇，其实我不知道你这句话说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我了解20位黄金观众，他们又提到歌王从来就没服气过别人，因为他们都认为是自己。主要是那个当时活动的名字叫歌王大赛，可能当时就是去的都是歌王。对。那你当年靠什么歌拿的金奖？其实是靠张学友的一个翻唱陶喆的一个叫《爱很简单》。对，我也喜欢学友歌，最开始就是模仿他。兄弟，跟你说，刚才你说歌王，你得罪了下面的人。你一说到张学友，完了我就得罪了帆哥。帆哥，对不起。怎么能那么讲？他还从来没有服气过谁。没有，我还蛮注重新人的发展。这样，刚才说将当年参加比赛还有点模仿，对不对？今天现场我知道我们有模仿达人，我给你推荐一下哈。啊，这是我们现场的一位擅长模仿的黄金观众啊，他的模仿能力在我之上。今天这样，你看你们俩不约而同，就是模仿达人，穿的都是蓝色系。哎，心有灵犀啊！交通来，请上台，咱们和选手切磋一下。你当年模仿的张学友，今天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模仿别人吗？我也喜欢模仿李荣浩。模仿他的长相还是什么？长相也能模仿，我眼睛小。行，那这样你来模仿李荣浩，咱们就根据他的风格你调整好不好？我调整。李荣浩他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就是要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记得已经没有选择，我趁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见丑了，看吗？模仿架子鼓多像，即兴发挥。这样，人家模仿的李荣浩啊，你想想模仿个谁来回应一下，好吧？哇哦！咱们说街上回书说道。健康快乐之风吹满地，这里的选手主持人都给力，如果来点掌声和鼓励。好，这刘德华模仿太像了。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谢谢，不错，达成平手啊，非常好。哎，大家听出来模仿是谁吗？我第一个听出来是单田芳那个声音，你真棒。我们现在要求都那么低了，模仿一个能让人听出来模仿的是谁，像不像都单说了哈。其实方哥模仿能力也特别强。胡说八道。这事儿整的我都下去了。另外，女士们、先生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张基元同学马上就要步入婚礼的殿堂了，刚刚拍完婚纱照啊。对，婚礼定在几号？10月3号。10月3号。哇，太太是太太是一名人资。一名人质。人力资源啊。人人力资源。哎呀，说清楚嘛。人力资源。然后说在自己的婚礼上有一个设想哈，也希望就是今天做一个检验，如果真的是黄金舞台大家反响还不错，唱得还不错，他就决定在自己的婚礼现场也有一个演唱的环节，唱给自己的太太，唱给所有的家人。但是现在这个还没确定，感觉还是有点不太有信心哈。对，你的原计划是想在婚礼上给太太也会唱一首歌。嗯哼，唱一首那个叫什么，哎呦，好用心哦。太太是谁还记得吧？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正好今天你通过100秒，你可以提前尝试一下，我们彩排一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点击央友圈，在这里可以报名发帖参与实时互动，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加入吧。100秒挑战开始。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我请照耀我前进。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记起那仰望的人低的孤独和叹息？谢谢张基元的演唱。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20位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那我们来看一下弹幕。感觉李荣浩和周杰伦在唱这首歌。多才多艺的小伙子，新郎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黄金舞台还蛮有意义的哈，专门给张基元同学一次排练的机会。当然如果返回到我们现场来讲，对于今天的挑战，张基元同学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没有可能是双喜临门，对不对？哎，有可能。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黄金大幕请升起。宝箱开启。哦哦，团扇，这算是我们黄金100秒节目组对于你们婚礼的一份祝福吧。嗯，希望在婚礼的时候您的太太可以用它，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们黄金100秒以及我们所有黄金观众对于你们的新婚祝福。祝你们白头偕老。嗯，新婚快乐。谢谢，再见。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
家好，我叫王小芳，来自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口腔医生，很高兴见到大家，希望大家给我投票，谢谢。刷刷刷，上上下下，我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王小芳，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王医生很用心，想用这一个特殊的表现的形式，其实也在为大家，特别是电视机前大朋友小朋友来宣传这个护齿的一些知识，对吧？是的，是的，因为大家其实在日常当中刷了一辈子牙，很多人真的不太会刷牙，刷的都不正确，所以我们的牙才会出问题啊，得龋齿啊，得牙周病，发病率非常高，所以今天想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怎么样才能正确刷牙。想知道如何刷牙是正确的吗？这样我们投完票之后给你好好讲一讲，好吗？来，请投票，大家投票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88分，好，谢谢大家，差一点点。你为什么不想知道怎么爱护牙齿？把牙露出来我看一眼啊，牙确实是挺白，但是我感觉好像那边缺一颗牙呢。有小虎牙啊，那是虎牙啊，小虎牙也有，不是缺一个，是多一个，多一个牙，多一个。大夫，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给它处理一下，拔下来？是要正畸，其实不能拔牙。虎牙不应该给拔下来吗？对，那不叫虎口拔牙了吗？是这样，其实牙齿不齐，我们可以把它排齐。对，这样刷得更干净一些啊。所以日常当中我们刷牙要做到真正的三个三，哪三个三呢？一个刷牙要做到3分钟，第二个三呢就是每天饭后3分钟之后再刷牙，因为我们刚吃完饭啊，这个口腔里面我们的牙釉质还是一个开放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3分钟之后再刷牙。然后第三个，一天最好刷3次。有很多人说啊，我一天就刷2次，其实我们口腔医生每天都要刷3次，即便我是出诊非常忙的情况下，我吃完饭都要好好刷的。我其实懂这个王医生的意思了，他不是说限定就是人必须要刷三次，你一天吃几顿就刷几次，对不对？是这样，对吧？每次饭后就是尽量刷牙，这是护齿的最好的方法。对，像咱们俩一天吃5顿的，我喝一天下来怎么着也得7-8顿，那就刷7-8次。有没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刷牙的方式？可以的，就是我们成人跟孩子刷牙也不太一样，成年人是45度往上提拉的刷，还有一种呢是轻轻的颤动式刷牙法，然后再往上提拉，这样会把牙齿表面的很多的一些食物残渣会清洁掉，同时还可以对到牙龈会有一个按摩的作用。孩子呢是打圈刷，一颗牙齿刷7-8个圈。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使用的又不一样了，因为电动牙刷它是有声波的嘛，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这个牙位上，它会自动的去震动，3到5秒钟你再移动一颗牙哦，不要整口刷下来就3到5秒钟，这肯定是不够的。我再问一嘴啊，就有些时候就算我们很小心的刷牙，但是牙龈还是会出血。对，出血其实代表了你刷的不对了，或刷的不够了，牙龈有炎症了，我们可能要去看牙医了啊。要如果哪儿都不疼呢？牙周炎就本来不疼，它就偷偷的让你的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就是误区，老掉牙。什么叫老掉牙？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应该掉牙，70-80岁就应该掉牙，不是的。我们人的这个牙齿的寿命跟我们人的年龄是一致的，它可以跟着我们100年，那没有问题啊，只要保护好没有病啊。牙齿啊，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你会发现这个上了小学中学的很多学生，很多人在戴牙套，所以在矫正就畸形的牙齿。对，就是说到了北京山顶洞人，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原来山顶洞人没有正畸，牙倍儿齐？考古学家拿出来山顶洞人那些个头骨，一看那牙，那真的是32颗倍儿齐，咬合倍儿好。为什么现在牙就反而还不如当年？这就是人类在进化或者说在演化过程当中，我们口颌系统其实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妈当时跟我说不许舔，那牙长的时候不许舔，因为越舔它越歪。就是刚萌出的时候，其实它的位置还不稳定，牙根也没有发育完整，这个时候你总是给它一个异常的力量，这个牙齿就会移动。所以牙齿矫正其实也是
通过施加一点点外力，慢慢的让它排序更加的。对，一个温和而持久的一个正畸力，让牙齿慢慢慢慢移动到正常的位置。畸形的牙齿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危害还是蛮多的。第一个是防止牙齿不齐，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牙周病啊，还有一些个咀嚼的问题、功能上的问题。对，就是对我们的口腔的功能和健康肯定是带来威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牙其实是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起端，第一门，这个第一个开口它就坏掉了。那你想想，我们消化系统肯定会受影响，那我们整个身体呢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牙保护好，这是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对心理的影响，就是孩子如果牙不齐，你会发现孩子在对你笑的时候，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啊，老师都说哎谁来发言，他不敢，为什么？他牙不好看，哎大家给我笑一个，他也不敢笑。所以长此以往，孩子的心理发育会受到影响，他会自卑。要我们就比较明显，患者来的时候第一次见我，他都会这样笑啊，王医生你好你好，然后当我们正畸结束以后他就会这样，王医生，就是非常想展示他的牙，就是一种自信。所以这三大危害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懂这个道理了啊。下到小朋友，上到老年的朋友，这个牙齿关乎着我们所有人的一生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幸福，是这样的。据我了解啊，王医生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算是替父参赛了。其实老爸也很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是的，他比我唱得好。那这次听说女儿来参加黄金百秒，老爸怎么说？开心吗？其实他特别想来，因为在海南，所以没能来成现场。他也希望能给大家一展歌喉，然后让大家能听到他的声音，给我加加油。嗯，这样。但是我就想说啊，黄金舞台是一个圆梦的舞台，黄金舞台也是一个神奇的舞台。有时候即使你不在现场，你的声音也可以唱到这里。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可以连线，让老爸把画面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好吗？好呀好呀。嗨爸。好好，叔叔您好。哦耶，杨凡。叔叔好。妮娜啊，你们好。很遗憾哈，听说叔叔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但是这次没有来到现场。哦，我在海南呢。虽然您在海南来不了，但是您可以现在唱吗？我们现场是可以听到您的歌声的。平时喜欢唱什么歌啊？我就唱几句，70年代初期的歌吧，《挑担茶叶上北京》。可以，可以，好。沙漠边带青呀青哎，一路春风触动听落尾。有人问我是哪里去呀？北京城里哟，哦，弹琴人哎。哇，棒棒的吧？唱得真不错啊。谢谢。首先是非常有表演状态，在唱歌的时候，叔叔啊，王叔叔特别投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您牙好。对不对？叔叔一笑也愿意露牙。所以这一次是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算是参加了一次黄金一百秒。等您回来，然后我们也邀请您到我们的现场黄金舞台上唱一次，好吗？好的好的，女儿是最棒的，女儿加油。谢谢爸。谢谢谢谢叔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来，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文艺频道页，往期内容随时看，幕后花絮抢先知，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同时登录央视文艺客户端参与节目各类互动。一百秒挑战开始。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黄小芳的演唱。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人美牙美，歌声更美，很温柔，美女好棒，您是一位好医生，听王医生说话特别的舒服。他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嗯，来，黄金大幕请升起。三二一，这个是什么呢？哦，送给老爸的电钻。按摩器，这是我们节目组代表你送给爸爸的一份礼物。好，谢谢。女儿忙工作的时候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这份礼物送给老爸算是对他的孝敬了。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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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有字儿哎，哎，杨帆真帅。妮娜，莫美，我厉害了！天哪，这个怎么弄出来？太厉害了！哇！手里面拿着一件神奇的道具哈，可以变换出不同的图案哦，黄金一百秒的 logo， 它自带着金牌来的。哦，又变成金箍棒了，嗯。哦，让我们欢迎王子彤，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黄金一百秒。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姐。哎呀，啥也不用说了。我们买，太神奇了！哎，杨帆那个是怎么来的？能再给我们调出来吗？可以，你可以自己甩一甩。啊，可以可以。好，帆哥，首先第一步，来，我教你怎么套在手上面。好，感觉帆哥你这个手有点残哦。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是吧？对，我现在然后你可以甩了。杨帆真帅是吗？对，这是杨帆真帅。啊，我也要，我也要。来，姐姐，好，我帮你套一下，放在你的手的中指的位置，然后把它放在这里。没了呢，我。哦，它这是有编程的。对，就到一定时间就变了。对，有点意思啊。嗯。哎呀，这个太好玩了。咱也不说了。
3、2、1，上车，请投票。3、2、1，请投票。哇，94分！祝贺王梓潼获得了94分，对，获得了额外5分加分。梓潼，要不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叫王梓潼，今年32岁，来自安徽定远，是一名自由职业表演者。但是我觉得刚才啊，这个梓潼没有把全部的信息说出来，大家可以猜一下哈。梓潼在做这个现在自由的表演者之前，他做什么工作的？快递 ，IT。他头发还是很多的，怎么会想到是 IT 呢？他这个。带电子，他用个编程对吧？你还不如说是修灯管的呢，是吧？来吧，他那个工作呀，也很高科技啊。做什么工作的呢？我之前是一名汽车修理工。那你在做修理工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你下定决心去学表演呢？是因为当时我在学习这个汽车修理，修了哪个教授的车之后决定改行？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些那个段子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种类似的这种表演，我觉得这种表演它很神奇，它能把我带入到那种很科幻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一个人的手怎么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个速度。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类型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立志，我一定要成为这种类型的表演者才可以。那是有人教你吗？你还是在哪儿学的？自学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国外的一些网站去学习，我发现这个东西跟中国的有一个东西很像，叫花手。当你把这个花手再升级，把它动作放大，它就形成了一个表演的形式。但是因为这个我看还一磕碰一下还挺容易坏的哈。对。所以你练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表演空间。对。是在家里的客厅练吗？地铁。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北漂嘛，然后身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费，然后也买不起镜子，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去地铁里面练习。因为地铁的进门它是可以反光的，虽然说它不可能跟镜子一样那么的完美。他说的是那个地铁站的那个安全门。对。那都得是几点去练？我一般都是晚上9点以后就会在那个地方去练习。但后来呢，有一天我在地铁里面去练习的时候，正好我们在出租屋的那个地方，它有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呢，它不是很大，是一个很小的音乐节。他就说，那个帅哥，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的音乐节？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这个东西还能上台表演吗？当然可以了。这还能去表演吗？我当时很怀疑。他说可以的，我很喜欢你这种节目。那当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说我这个技术不行。他说没有关系，你来就可以了，好不好都是不重要的，我只想你来这个地方去参加。我说行，那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又回家又好好的把这个动作又好好的给他练习练习。那当我练习完之后，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其实是很紧张的，就是我听不到观众的任何的掌声，就是耳朵会有一点耳鸣的现象，但是只能听到音乐的声音。对。所以这一路走来，再回想当年自己是一名汽车工，对啊，走过来，你其实想对大家想表达什么？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别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一定要自己默默的去坚持，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内心最喜欢的，把爱好变成坚持，它就属于你的东西。来，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挑战开始。
谢谢王子彤。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投票。投票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北漂的经历深有同感，在追梦的道路上勇敢前行，为你的坚持鼓掌。表演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节目还是很亮眼的，小小的水晶球承载着大大的梦想，为坚持点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嗯，来，黄金大幕请升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宝箱开启，挑战成功。祝贺王子彤黄金一百秒挑战获得了91分，加上额外的5分加分，总共96分，挑战成功啦！也希望你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继续加油，谢谢。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给我们带来的4个精彩的100秒的瞬间。没错，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我们就在这个舞台等着您。来吧，欢迎您参加我们的黄金100秒，黄金大门永远为您敞开。节目的最后，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放出精彩，时间的最快发光。然后我还听导演说，娜娜老师是新疆舞舞后。哎呀，有没有荣幸合作一下？这完全就是自己 solo 了，碾压我。嘿，你很开心吗？根本就不是投给你的表演，我们是投给这个设备。说吧，在哪儿买的？谢谢，谢谢夏姐。我还敢这个梦想，那个梦想，下期节目帮你实现。谢谢姐姐。你应该送给杨帆老师家的小棉袄，那这太好玩了。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阿姐，你看你，哎呀，谢谢。帆哥，谢谢谢谢。